生气什么？直铁城明明答应苏文坚，只要苏文坚帮忙开枪杀了特使，就放了你。你说我怎么能不将心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直铁城的那些鬼话。 都是骗你的，别动！你呀，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，是因为苏文坚没有完成池铁城交给他的任务嘛。池铁城亲自下令，等他杀了特使，然后第一时间灭你的口，以免后患。别怨我，要怨就怨苏文坚上了当，信错了人。 你知道这个蜡烛能够燃多长时间吗？大约10分钟左右。现在快11点了，10分钟以后，苏文灿就要进入行动位置了，一切都回不了头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就不在这儿陪你了，我还赶紧撤离松江呢。 你就一个人在这里，好好享受这最后的10分钟吧。别动，再动就没有10分钟。 确的说，是9分半钟。再见。张天翼，有消息吗？ 局长，组长那还没消息。曹组长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。 为保证各位的安全，请大家暂留在列车上。各位乘客，为缉拿日前越狱潜逃的通缉犯，松江火车站现在实施戒严，为保证各位的安全，请大家暂留在列车上。什么？没找到？虎江湖都非常突然，没有问出我要的下落。现在是11:03，我最多。
只能给你三分钟。收到，这个房间。走。小冷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？报告师傅，确实还没有动静。不可能，共产党接个人不可能要六分钟。再等两分钟，时间到了，就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特使的身份，这是在故弄玄虚。到时候所有人赶赴火车站，逐一辨认，等乘客下车，伺机刺杀。是。擦皮鞋嘞。不能再等了，立即出发。好，知道了。组长，这楼里的其他地方都找了，没发现。发动车。全体注意，按照原计划行动。所有人注意，行动开始。是。
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把欧阳放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婆婆妈妈的？我保证，只要你放了他，我一定开好这一枪。我也跟你保证，你若想他好好的，先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。苏文谦心知肚明，枪响之后，史铁城会立即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，而这几乎等于宣判了欧阳香菱的死刑。苏文谦剩下的唯一希望是通过枪声判断出史铁城的藏身位置，并在他发出撕票命令前及时截住他。苏文谦问自己，能做到吗？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这一刻，他只觉得手中的枪无比沉重。发现目标，11点发现目标。收到。追！快跑！快跑！
这一切都是你莫大权。是，从一开始就是。是，你松江站的人全都已经完蛋了。够热闹吧？再热闹一点，把准备的3000发铺爆弹全部给我打光。是。把这些全打光。是。敌人太多，短时间内拿不下。局长下令，所有人立即赶过来支援。给我来个计中计，苏文谦栽在你手里。是，开枪！别废话，赶紧打电话让他们放人。什么？打电话让他们把欧阳香菱放了？还是为了那个女的？如果她现在不在我手里，你是不是一枪就把我崩了？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打电话让他们把人放了。开枪！怎么了？不敢。是不是怕你一开枪这个人就没了？来啊！
哎呦，曹队长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笔落这儿了。哎呦，派专人看守。是是。还让不让人下车了？就是，这都过了多久了？各位乘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，禁言已经取消，耽误你们的时间，我们很抱歉。现在可以下车了，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，准备下车。
受伤了，你们分头追，他跑不快的。欧阳，你上车，其他人跟我追，走。是。你没事就好，咱们分头找。老爹，你都追到我这儿来了，看来他跑了，但是他跑不远。松江除了您这儿，我也真的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地方他能去的。他伤得有多重？不知道。你开的枪，你能不知道他伤得有多重？不是我开的枪。去找他，如果他真的来您这儿了，公安局的电话号码您是知道的。除了我还能有谁去帮你传这个情报？他能不知道？他现在恨我都来不及了，他不会再来这儿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。我是听杨之亮说起过，苏文谦和池铁城有您这样一个师父。当年刺杀武藤以后，如果不是您豁出命，杨志亮一个人
可能也无法救出苏文谦的。只不过，他以为当时您被国捐躯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，您还一直活着。我现在不过是半条命，苟延残喘罢了。当时在下水道，你想带走的物证就是这个。你是为了保护你师父才逃走的吧？这个枪管是您改的，您帮池铁城改了杀害殷青素的枪。欧阳，这个不能怪老爹。老爹根本不知道池铁城让老爹帮他改枪是为了杀殷先生。老爹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老爹刚才已经帮我们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，如果没有老爹，我们这次保护特使的行动绝对不可能完成的。阿全啊，我承认枪管是我改的，不管之前知不知道具体的目标是谁，可池铁城找我改枪管就是为了杀朕，这一点我还是清楚的，所以这个责任该我担。老爹，阿全，长官，我是个杀手出身，我以前一直以为开枪杀人是我的一份职业，这么多年我也是这样教我的两个徒弟的，所以才有了吃铁城，不管什么人都杀，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手段的冷血杀人机器。还好有阿天在，他心里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，他还知道作为一个狙击手应该为什么而端起枪。这就够了，这让我能找回那么一丁点的心安，还让我知道我这个师父加老爹没白教徒弟，没白养孩子。长官，该担的罪我一定会担，但在这之前我有一个请求。您说。我一直有个念想，就是想把阿谦摔坏的那把枪修好，到现在就差一点儿了，您给我点时间让我修完它，我自己去公安局向你们投案自首，您敢行吗？您需要多久？就一天。要不两三个小时也行。
现在是12点，我等你到3点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您看这件行吗？就这间吧。哟，您太客气了。你记住，我喜欢安静，不希望被人打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谢我什么呀？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且你师父，他也不是故意要帮赤铁城杀殷先生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谢谢你今天上午及时发现了敌人的陷阱，弥补了我的判断错误。要不然整个行动，包括我，就全完了。这也是我应该做的，不必刻意说谢谢。其实我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刚刚到的时候，我看你明明已经制服了赤铁城。但你还是没有开枪。还是下不了手。我承认，如果能活捉赤铁城，我也不会选择自己亲自开枪。但当时我没有开枪，绝对不是想放他走。这一枪不能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唯一知道你下落的人。
手雕刻着宝剑，战斗的右手道别昨天，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，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，甘草汹涌的平淡，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，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，相识不语，一生万语千言，答案背后的答案，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，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，结局总会峰回路转。